医生。阿姨，新房内面这个是谁啊？当然嘛是甲电话防止缘分的周辉啊。啊，不过伊并不是小王看到迄个莲花美人啊。你哪有可能？你家己去看来辨别。是是是。是周叔道的千金吗？所以唐大人并无唔对嘛。敢讲莲花美人唔是周叔道的查囡？有可能，我听到殿下所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人。一次夫人改当作是周叔道的千金，结果阴错阳差，啊，这造成今仔日的错误啊。殿下，你甲周妃是奉旨完婚，你若是反悔，不但触犯欺君大罪，也会惹皇后甘心受气啊！唐大人、戚大人，拢嘛会受连累。就连奴婢哦，嘛都要担待不起啊！啊，到即嘛，迄个莲花美人是啥物人啊？住伫倒位啦？啊，无人知啦。你甲周妃又果是无以成就，搁再讲人周妃不但是名门闺秀，又果生作美貌端庄。殿下，你着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将错就错，请入洞房。殿下，请。殿下，请啦，请啦。请靠近殿下。免礼。下殿下。你有妙计无？有。先吃小命五红。五红。你可是有上君的用用气度？上武艺去，是十年前这位老伯伯送我信册，信册细如电报，一直藏在我的身躯边。这乞婆已经失传两百年了，想不到会落在你的手中。自从杨贵妃死了后，伊就失传。现今世上只有信册唯一会当奏出这首曲的啦。哦，
丁讲，讲你通音律，真敖弹二白，丁得住传家之宝，小卓之白，赏赐予你，你通用伊弹奏夜上舞艺曲。多谢父王。五凤，这个乌当镜，那是由母这天镜殿内所拆来乌当制成，算起来也将近300年的古董了，一向极受本宫钟爱，如今就赐予你。多谢母兄。长公有你这才貌双全、端庄稳重的太子妃，哥甲你的母后就放心了。父王，你先一定会尽力辅助殿下做一个好妻子。对啦，有几个遐骄傲，亲像脂粉、素手、雪颜，这拢是本宫亲自挑选，以后要长公收为妃嫔。可惜这几个啊查某囡仔，拢叫长公先派去，也无名分，规工就是争风吃醋。五凤啊，你爱好好来管教一下。是。今仔日殿下拢会照咧来礼欢伊，欣赏咱跳的舞蹈啊。嗯，帅爷，啊你讲了有准呢，即马甲伊用袂比的啊啦。殿下即马有周妃啊，人伊不但会晓弹家常舞曲，而且佫会晓讨皇上甲皇后，皇上甚至将伊的传家之宝小卓琵琶拢收赐予伊啊。即马殿下吼有琵琶曲通好听，无迄个心情通好来礼欢伊，佮看咱跳舞啊啦，知无？既然若安尼。咱就莫搁再练啊嘛！素秋，韩总管，韩总管，稍等下，太子甲太子妃都要来欣赏舞蹈，你是准备好未？什么啊？要叫阮跳舞给那个查某看？不得无礼！你是骄傲的身份，怎可不知惜自尊？韩公馆，这份是印度，你气氛并非不知惜自尊，以下还乡啊。素秋、素颜，恁拢是殿下关心的人。今仔日咱头一摆见面，我欲赏恁三位每一个人一卡翠玉环，为做见面礼。汉相，
谢太师傅。好了好了，小王去要看舞蹈。是。小王从这块舞号一个名，叫做彩屏舞。到殿下，城西做庙之事，神已经已经做庙的代志，何必要紧呢？来来来，先来欣赏过彩屏舞，再搁讲。素姐，下殿下，遵旨。洪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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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